今日咧，我就想回顧咗香港嗰四樣特色之餘後咧，第一點就係時間好快，第二咧就係處方藥係唔需要可以去藥房買，第三樣嘢咧就係普遍啲人咧都好有禮貌，尤其是好啊專業。而第四樣嘢咧，到處都可以食嘢，到處都可以通宵。就引申到我喺美國，有幾樣嘢咧，係希望翻到嚟會改變。第一樣嘢咧，就係依舊啦，唔好飲奶茶。只要我有一日唔飲奶茶，嗰一日咧，我就可以用奶茶嘅錢。差不多$5到，再有540，即是$40港幣，用在第二個地方。第二，我要改變的呢，就是多行路，多走路。在6月15號，只剩15日呢，我決定不買這個月票，因為搭一程車都是$2，$2在15日加起來都是$30而已。咁來回又好嚇，一日如果使$4嘅話，都係啱啱好$60，所以我就即管用呢個唔買月票行多啲路。第一就係唔飲奶茶，第二就係行多啲路，第三咧就係同香港接軌，希望咧將我呢15日2個禮拜嘅時間咧，仍然保持住同香港的聯絡，就即使我在香港的時候頭嗰2個禮拜都同美國聯絡，這個接軌咧可以帶俾我一些商機，因為在香港這2個禮拜的接軌咧，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第四咧，就是看書，這幾本書包括Wealthiest Man in Babylon 啦，是講及點解嗰陣時巴比倫咁有錢，又是陸東在香港一個非常之優秀的投資策略師，佢裏面所識嘅嘢。還有就是一些心法啊，所謂即是好像Samson 去看的心法，他也有提過的忍、狠和準確，但是他現在就加上要慢，要定呢，要長定慢長嚇。咁慢咧就因為佢相信佢嘅投資咧，股票嘅投資咧係要喺唔係 super 底嗰陣，唔係底就去買，而係超底，同埋有一啲負面消息講佢間公司唔好，終於係超底嘅時候佢先去買。咁所以咧，買入咗之後咧，一揸揸佢幾年咧，點都唔會低過任何啲唔好嘅價。佢本身咧就係、是、用佢自己嘅技術啦，係去投資咧。佢個租咧同我講咧就係話$900+。遲啲可能會再貴啲，咁唔記得咗9000幾定可能。咁咧，而家佢個女朋友阿蘭咧細好多，但係佢嘅意念咧就係話，如果要走咧就可以走，同埋如果一個人係諗住為咗佢啲錢，咁佢就同佢個女朋友講。咁嗱，我一年搵$100,000，
二十年二十萬，我而家俾曬你，咁係咪你就一路留喺度咯？咁咪冇意思。其實呢啲番説話我聽落咧，反而覺得佢係講緊一啲似是而非嘅歪理。因為有很多時候那些人呢就說完一些不負責任的說話，包括這些，所以我呢就很嚴厲地跟他說，我說其實你不需要問他，你放下20萬在這裡，用行動做，你到頭來問一下他，他就很激，也很生氣，他亦都用以前的他和現在的他。我想你搞錯了，那個是我以前的我都很憎。其實呢他就好像是 Andy 那樣， Andy 呢他亦都是一個樣樣東西得把口咬，但是呢實際上面呢根本就是沒有能力。雖然 Samson 呢有一個 degree 電腦，但是呢並不代表有能力。對於我來說呢，我自己就憑這件事只是覺得我應該要知道的就是其實我都不好得去很多、啊、回顧剛才說的，第一就是沒有奶茶在香港，所以呢我來到這裡也都很成功地來這15天呢不喝奶茶。第二呢我就要行路，跟住呢我亦都係要温書睇書，亦都係要計劃。好似一個 Samson 咁樣，成日都係冇計劃，自己講一啲嘢根本就係歪理，但係又唔聽人講，好 stubborn 嘅。咁多年嚟，好似佢同佢媽咪，他首先是死了爹地，因為他爹地在旅行的時候車禍，跟住呢過了很多年之後，他媽咪呢在上海去旅行呢中了一些不知乜嘢的病毒，終於呢因為一個不知名的病毒而死，留下了他和他阿哥。原來呢這個就叫做腦膜炎，在當時的科技醫學呢他們不知道的。那呢他的哥呢就是撈偏的，那可能是做一些不法的事，而他說你幫我做至多坐監就坐三年，你幫你那個老闆做分分鐘坐來五年，用這一句說話來利誘自己的弟弟幫他的。所以 Samson 覺得很無助，沒有愛，亦都沒有一個家庭溫暖。對於我自己，除了要看書，千萬不要相信有一個 degree 就可以，好像 Samson 其實還差兩個學期就可以完成他的 master， 但他始終都沒有做到，沒有完成到。當然啦，啲錢花咗、浪費咗，唔需要多講。至於佢跑馬，佢成日口拐口唇邊話自己寫咗啲 software， 而呢啲 software 幫佢。咁究竟啊，佢有利用到呢啲 software 係幾多咧？總括嚟講咧，呢個係我喺美國嘅展望，但係咧亦都係啊，對於啊～我一個舊同學 Samson 的一個記錄，除了不要喝奶茶，多做運動，多看書，要計劃嚟緊呢兩個禮拜之外呢，我呢亦都會錄第三輯，就是關於我的展望。